来，我们来听第二道题，说说你虽然知道对自己不好，但是还会做的事情。小雨，我觉得就熬夜吧。熬夜呀、啊，最现实。好，恭喜肖云，600。哇，咸鱼翻身了！我刚想，对呀，是那个裸奔吧？对自己好，我觉得对自己好，对自己裸奔。因为裸奔对自己的知名度有一定的提高。没有，后面还有半句是对宣传系的艺人们。这个不是所有裸的都能得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吗？这里边没有，但是你如果愿意裸奔，我们也不拦着。那我还是低调点吧。好，穿双鞋。好，穿双袜子。你没有办法了啊！你算弃权了吧？好吧，好吧，好极了。来，孟艳林，迟到，给他加上800分。啊！天哪！陈玲，那个爱吃油炸的食品算吗？可以算在垃圾食品。对，你愿意选这个吗？算吗？恭喜，300分。0分。那么好，你先来挑。啊，那就第三个吧。这个吧。对。好极了。哦，桃园结义，任意指定三名嘉宾加200分，包括自己。哦，那个肖云，还有那个沈凌吧，对，扶贫。谢谢啊。好，你们三个人分别加上了。好，接下来是4号啊，沈凌。啊，第一排的。是吧？顺手牵羊，转移任意一个嘉宾的200分给自己。啊。啊，怎么？哎，我翻动了一下你是啊，反正你分挺多的，你因为我不忍心欺负两个女生啊，你反正分挺多的。啊，好吧，最后一个，顺手牵羊，转移任意一个嘉宾的200分给自己。等一下，怎么是盯着我？这么多分干嘛呀？这是啊。哎，怎么你就做主了？好像不是算的。给他200，给他200。还剩谁啊？哎，我要第二排的第一个。啊！晴空霹雳，好像。啊！哎呀，屋漏偏逢连夜雨。好，1000分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标准答案：抽烟100分，饮酒200分，吃垃圾食品300分。饮酒驾车400分，缺乏运动500分，熬夜600分，撒谎700分，迟到800分。